瞧我这么开心，猜猜我去干嘛了？没错，我去逛车展了。热情似火的重庆最近迎来了它的夏天，也迎来了2022年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。我现在就在重庆悦来的国际博览中心，走，跟我一起逛车展。N5管江铃福特展台有美女，走啊走啊，快一起去看。果然是美女，好多人都在拍，还好我个子不高，可以冲前面去一睹芳容。小姐姐好会摆 pose 呀，各种 pose 随意切换。她身旁的这台车也不错，江铃福特领锐极净版。这台车共有 EcoBoost 170光影及 EcoBoost 170 Mane 两款版型，官方指导价分别为 15.98 万元和 16.98 万元。这车的配色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极净色调，黑白双色碰撞，显得运动又年轻。前脸采用岩层格栅设计，八边形开放式格栅形态，20寸的极夜轮毂也有着酷酷的全黑造型。车尾处这也特别有意思，黄色的 Sport 尾标与黑白相呼应，看似冷酷的外表下藏着一个有温度的灵魂。车内也同样，黑白色调下点缀着赛博橙，方向盘缝线和座椅缝线处都能看见这充满活力的橙色。储物空间多达20多处，可谓是触手可储物。后备箱空间也特别大，后排座椅放倒后容积可以扩展到1422升。不得不说，它的双12.3英寸悬浮一体式智联屏很巧妙啊，屏幕更大更清晰，显示内容也更为丰富，搭载的是腾讯 TAI 4.0 智能车机系统，支持 OTA 远程升级、 AR 实景导航、腾讯智驾地图、远程手机互联、微信一键启动等等。你看方向盘这就有个微信的快捷键。智能驾驶方面，采用福特 Co-Pilot 360智行驾驶辅助系统，全速段实现 L2 级智能驾驶，支持智能变道辅助、循迹倒车辅助、第5代 ACC 全速域智能自适应巡航等20项智能驾驶辅助技术，智慧出行不在话下。动力方面，用的是福特 EcoBoost 170发动机， EcoBoost 系列最新机型 1.5T 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配合麦格纳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。要知道这可是宝马 X1、 奔驰 GLA 等车同款变速箱啊，同级 1.5T 最强动力输出，最大马力170匹，同级最高扭矩高达260牛米。作为官方改装限定版型，江铃福特领锐极净版满足你的期待了吗？现在100台限量抢订活动在官方商城同步开启，别错过咯。